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，节操问题还是要指问您的。先问您一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我们带来的《坦克视频解说》，这个来自于那什么，我操，我他妈真不认识，妈个蛋！这几个字怎么读啊？他开的苏幺五二啊，地图是霍洛夫卡，标准模式我们在那个下面的出生点位啊，下面的出生点。开始行动。苏幺五二，妈的不得了！他跟那个不一样啊，有一个那个是什么妈的幺五二。那个管子有点细。这够粗的，我记得妈的，当年那个他们毛子嘛，给那个 KV2 弄了个那个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管子粗，可能对面的狙击手会朝那个管子里面开火，然后他们就在那个炮管里头嘛做了个挡板，然后不用的时候不开火的时候用那个。挡板把它给挡起来，当时就有观众也在看那个视频嘛，然后打了个弹幕，突击虎冒号，你说啥？哈哈，我在想你妈了个蛋，突击虎那个手榴弹都可以丢进去了好吗？哈哈，哎呀我操，往那里面丢个燃烧弹，爽歪歪。装甲被摧毁了，干死你！缩圈，你去死吧！呀，靠，奶了一口，把他给奶掉了，这你敢信？什么鬼？哎，不懂啊！杰克逊，给了敌人好，哎呦，爽了他一炮，妈的，打成狗了。干得漂亮！找下一个目标。啊，我们旁边有个小豹子，只要有眼又有这种火力，它就不慌。光有，但是光有一样，那肯定不行。哎呀，我家汪在旁边睡着了，电暖炉给它开着，它就躺着睡。冬天按理来说冷了的话，这些小猫小狗都会缩成一团来睡觉的。他说暴食啊，打成了暴食。哎，坦克世界里面打字有的时候，妈的那个输入法，哎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跟这些外面的输入法兼容性不太好，感觉在这里头打字是有点蛋疼。这打不到呀。我靠，这个本子车旁边全是挂钩。
这应该是吊装的时候用的吧。豹子没往前顶，看不到，所以我们也不敢动。对面那个 T 三七在中间的话，那他们开眼，当然也必须把中间的眼给打掉，不然我们，不然豹子就算他把前面都点亮了，那我们也得往前挪一挪才打得到呀。但往前一挪就被他们中间亮了。让120吨上。哎，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嘛？难道真的有120吨吗？你妈了个蛋的！啊，你怎么不上？妈的，你中弹！菊花后面还有个，还有个那个龟头炮啊！妈的，日本坦克这个长得好有特色。射一发，妈的！然后我们这边死两。我叫汪伸懒腰了。嗯，一个都看不到，小包子是不是在撸呀？啊，他要往前走了。他可能也是看到152上来，他才往前走，因为后面没人跟进，他亮了也没用。其实豹子应该在前面这个草丛停一停的。而且中间那个没点掉的话，对于我们来讲，并不安全，这样过来。好，妈的，全把火炮点了。好了呀，妈的，这个，啊，我刚说妈的，他要撸的飞起。他就没中，哎，找到机会先把这个 T 三七撸了，那 T 三七也慌得很。啊，这 T 三七你能不能不要掉？好漂亮！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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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了。
六，我们痛击了敌人。那现在他要思考一下了，他可能觉得他要往前顶了，前顶了，他的这个幺五二已经溜到不行了。看到了犀牛，还犀牛能拿他怎么样？你大不了打我一发好了。目标消失，寻找下一个目标。啊，但是他其实现在真正要防范的是火炮。你看火炮炸了一下，还好没炸到他。主教你好，主教再见。好，然后。冲过来，哎，把他那个火炮呢？那边估计我们吃不到了，他们都过去了嘛。高热的火炮呢？发现目标。好漂亮！那这个，最后给大家说一下，有需要。制作视频的时候可以通过 QQ 箱来联系到 QQ 箱76785858@ 点康，有微信的同学是记得一定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。那么这一期的视频呢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